吃高走掉线，用悠悠加速器稳定连接不掉线，悠悠祝你畅快吃鸡。先看效果，小心，哎哎哎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这里有铝热技术雷，点起来！哎，我操，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！这里有铝热技术，对对对对对。大家觉得这个操作是机制还是 bug 啊？我觉得偏机制多一点啊。正是有扔东西这个机制存在，才有这个操作嘛。主要是你这么用，没有人举报你，随便怎么用不封号。地图上的爆炸舱是必然有两个金色啊，拿里边的东西，手雷还不会被消耗。操作方法就是。先按背包，记住手雷的位置，长按 E 的同时立刻打开背包，开门的话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把手雷右键给丢弃。哎呦哎哎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点起来！哎，我操，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！对对对对对，这样你就可以排表里面的金色装备了。你自己的视野里面是有手雷在里面的，但是队友眼里的你是把空气塞进去爆炸了。这个操作真是我自己研究的啊！那天我还好一顿激动的跟洛哈特讲，满心欢喜的打开各种视频网站，已经好几个人在发了。日，这又能怎样呢？你们看接下来这个操作，绝对全网都没有见过。现在就是急需要你们的点赞、投币和收藏，然后我们下期就教这个。